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各位要放假了，请伸出双手为陈立豪鼓鼓掌。各位，做股票真的有这么难吗？你如果在这几天都有看到我的电视节目，各位你应该会竖起一个大拇指。陈立豪，你真的很厉害！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。 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的重点先跟你讲好不好？各位，这档股票请你拿回去。我大概一个礼拜只会送一次股票。各位，这只股票超级无敌大财神，各位你一定要有，而且绝对要有。各位，感恩有你，希望相随；感恩有你，希望相随。超级无敌大财神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绝对要有，非常重要。 当你的手机号码出现零二三六七九，马上来电，好不好？零二三六七九中两号，马上来电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真的伸出双手帮我鼓鼓掌。哥，你昨天有看我的电视节目吗？你昨天有没有看我的电视节目？我说什么？你看侧标上，各位股票要多吗？不用多。 你看我三月三十号，我不是跟你讲买股票吗？你看我的四星赚了多少钱？你看我的利旺赚了多少钱？你再看看今天赚了多少钱？各位股票要多吗？不用多，来回做价差就好了。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各位请看，你注意看哦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如果你在昨天啊，你看到我陈立豪的电视节目。 你再看看今天股票的反应，你就会说：“哦，那个陈立豪讲的是对的。”各位，其实我很少讲错的，我几乎都是讲对的，而且各位都可以让你去验证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而且马上讲，马上验证。各位，你看，这个是三月三十号昨天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什么叫做灵活的操作？什么叫做制胜的关键？ 各位，三月三十号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？我等下拿给你看。各位，昨天我们的四星是不是赚了八十五块？利旺是不是赚了六十五块？金星科是不是十六块？我跟你讲什么？跟我念一遍：拉回再买。各位，如果你在昨天我们开盘的时候跟跟我们出掉了，出到最高价，我昨天手机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一九点零一分就全出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尾盘全部拉回。 盘中四个半小时，你敢买回吗？你敢买回吗？如果你有陈立豪在带，其实各位昨天早盘出掉之后，尾盘打下来，各位你看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拉回再买，你看来，你看你拉回再买，各位昨天你看四星 KY，各位昨天最高一二三零嘛，对不对？开盘就出掉了，收盘收一一八零，各位你尾盘再买回来，今天你看。 各位，今天最高一千两百六十块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今天盘中还差一点又攻到涨停板呢，各位一千两百六十块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我会骗你吗？哎，我是一流的老师呢，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哎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呢。而且各位，你看一档股票做到淋漓尽致哎，我不是跟你讲我要做到价差三万块以上吗？ 我有骗你吗？各位，拉回再买，昨天已经跟你讲很清楚了。各位，跟我一起念一下：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各位听得懂吗？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没有勇气，你没有霸气，你没有行动力，我告诉你，各位，你分析的再准再好都没有用。Zero，零，没有。但如果你遇到陈立豪。 我跟你说过，我股票我就不要多，我来回做价差就好了。各位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而且各位，我跟你讲，AI 还是仍是主流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昨天新闻里面不是一个报道，我不是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吗？我不是跟你讲马斯克有没有？人家叫做他是外星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啊，各位，他昨天在《报章媒体》杂志不是讲了吗？ 他说：“AI 人工智慧希望再慢半年呢、啊，因为他现在可能危害到人类啊。各位，他讲这句话其实是有目的的。我昨天不是解释给你听了吗？我说现在人家好不容易赶上他，人家好不容易打败他，哎，难道他讲一句话，人家就要慢下来吗？还是无可能的代志？结果你看，我讲了，马上中。” 对，我早上昨天早上出股票，尾盘买回来，今天又赚，你看又上来了。你看我比较厉害还是马斯克比较厉害？当然陈立豪比较厉害呀、啊，因为我懂人性，我懂得心理学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在三月哎、欸，各位你看、喔，注意看哦、喔，而且我在昨天前天，你记不记得？各位，当初在三月几号？三月二十九号。 我说政府千亿银弹伺机入市，我说，哎、欸，最晚 Q 三进场，对不对？他说最晚 Q 三进场，各位，我在昨天你看报章、媒体、杂志，政府基金进场护盘，我不是跟你讲他护什么吗？我不是跟你讲他要护什么？护 AI 呀、啊，你们就不相信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讲的事情哦，一定都会做到，所以你看。 三月二十九号那一天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AI 即将起飞，赶紧登机啊！有没有？各位回答，我为什么三月二十九号要拿这个给你看？为什么三月二十九号要拿这个给你看？各位来，你看今天的报纸，哎，看完之后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因为我讲的话，马上报纸都会出来。你看，你看哦，今天的，你看今天的，各位，辉达的市值有没有？ 标上英特尔五倍，各位回答，搭上 AI 晶片热潮，今天三月三十一号了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陈立豪讲的话，为什么报章、媒体、杂志都会出来？嘘，嘘，我不跟你讲，哥，我跟你说过，股票真的不要多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三月一号、三月初我就跟你讲？ 我三月一号就跟你讲，这个月我就是很简单，AI 人工智慧的股票来回做价差。我当时不是跟你讲吗？Chat GPT 有没有聊天机器人？AI 人工智慧，三月一号就跟你讲了。我三月一号就跟你讲，各位，结果我就一直来回做价差。各位来，你看我成立好厉不厉害？注意看哦，开始了，各位注意看哦，我们来演个连续剧好不好？ 我来演个连续剧，来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来演个连续剧，来印证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来，请注意哦，开始印证了、哦。三月二十八，礼拜二，我是跟你讲什么？落底强反弹的机会到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什么叫落底强反弹？各位看一下大盘，先看一下大盘，注意看啊、哦。各位，一到三月二十八。 三月二十八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三月二十八的电视跟你讲嘛，对不对？三月电视跟你二十八跟你讲，落底加强反弹的机会到了，各位来。三月二十八跟你讲，那各位隔天呢？隔天最低一五六八一之后，各位有没有连涨三天？你看有没有？是不是连涨三天？那我不是跟你讲吗？落底强反弹的机会到了吗？ 那各位，如果你不会做，我不是电视上教你了吗？你看，三月二十九，落底之后买回四星，买回力旺，买回金星科，买回智远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吗？好，各位来印证一下，结果买了之后，买了之后，你看哦三月三十号，昨天嘛，各位昨天。 四星马上赚八十五块，另旺马上赚六十五块，七星科赚十六块，那资源是不是一个问号？是不是？好，各位，那我昨天是不是出股票？早上就出股票了、啊，我早上就出股票了。你看，给你看，随便看一下，可以看。我们拉回拉回到哪里？随便看，各位，拉回到昨天，昨天早上一早，各位注意看啊、哦，来。 会员注意，昨天只要有抢短的人有没有？不管什么股票都可以自行决定获利出场，了解吗？因为大盘还不稳，早上有没有？那各位早上我们昨天是不是出掉了？啊，出掉之后各位是不是赚钱了？所以我打在侧标上啊。昨天三月三十号，四星是不是赚八十五？利旺是不是赚六十五？金星科是不是赚十六块？好，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侧标打拉回再买吗？ 那各位，我们盘中其实盘中四个半小时，各位你们，我还没上电视之前，盘中四个半小时，我们就已经建议怎么样，出掉之后拉回再买啊，拉回再买嘛。所以我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要每天只是想说等到收盘之后再看这些老师的这讲故事比赛，不用，盘中四个半小时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各位，那昨天拉回来我们买了之后，今天有没有赚？你看。 各位，四星 KY 马上转给你看，马上冲到一六一一二六零。60, 各位，昨天收多少？昨天收一一八零呢。买了之后各位你看，今天马上收到一二六零。各位看有没有看到？你昨天买到今天价差八十块。各位，也就是说，我假设各位来，我印证给你看。三月二十九号买四星 KY，假设一一四五附近买，对不对？我是跟你讲过了。那各位。 昨天三月三十号是不是出掉赚八十五块？是不是赚八十五块？啊，十张是是八十五万，十张是是八十五万，一百张八百五十万。那出掉之后，各位有没有打下来？有啊，尾盘打到哪里？尾盘打到一一八零嘛。那你有没有买回？你有没有买回？好，各位来啊！我昨天电视上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如果你有买回到今天，哎，到今天呢？到今天冲上来了，你看。 你如果真的买回到今天三月三十一号，各位你看，一千两百六又赚八十块，各位又赚八十块的意思是什么？十张你又赚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十张又赚八十万，一百张又赚八百万。各位看，昨天到今天才一天，我现在累积已经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块，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块。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而且我还在电视上验证给你看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看看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老师，不用遮遮掩掩，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老师都直接告诉你，你看，你看在演连续剧，三月二十八号落地强反弹，结果各位大盘连涨三天，各位三月二十九号买股票买四星利旺金星科智远，好各位，到了昨天三月三十号，四星赚八十五，利旺赚六十五，金星科赚十六。 那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的智源还没有要出吗？你看智源今天还是续涨，你看，各位今天虽然涨不多，它还是续涨。那各位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一八八一八九买的吗？那各位你看到现在今天一九六点五，各位我还是没出啊，我还是没出啊，我还在啊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厉害的老师在电视上，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实战的经验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懂得心理学嘛，我懂得三大法人在玩什么把戏嘛，所以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拉回再买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 <coughs>。各位，现在有一段 V C r 你看一看我昨天讲话的方式好不好？你看看一个真正你需要的老师是怎样的老师，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。你看一下，哎，不到一分钟。 你看看我昨天的那种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 AI 人工智慧股票不要多了。我就是告诉你，拉回就是买了，上去我就出了，再拉回我就买。给我昨天不是哎、欸，给我昨天不是画一个动作给你看吗？有没有？我昨天不是特别特别讲了一个操作的模式给你吗？哎、欸，那哪里哪里去了？ 我不是跟你讲说一个模式来回做价差了没有？我不是说昨天跟你讲那个好，各位来，现在你看一段 v C r 我昨天怎么跟你讲 A I 好吗？请看 v C r 但是各位你要注意，我今天打的侧标，请你拍照存证。各位，你知不知道我前两天我不是跟你讲，到今年的诶、呃，今年的第三季啊，党政基金、国安基金不是要进场护盘吗？各位，你注意看这个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 我分析了很很多之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今年呐、啊，外资法人看最好的看到一一万八嘛，看最差的大概是一万六千五百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各位，我讲完毕之后啊，这个报章媒体杂志就出来了，政府千亿的银弹伺机入市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讲两天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你注意看，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。 给，又重同样的，你看，在，又再出来了。今天的报纸，你注意看哦，注意看，位。政府基金进场护盘，哥，你要注意听，政府基金进场护盘，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的侧标要打 AI 仍是主流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给，我是一流的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AI 仍是主流，你就听一下。 哥，你知不知道政府基金进场护盘要护什么股票？你现在一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很很明显的跟你讲了、啊，我已经打在侧标上了。各位，未来你就看看 AI 就好了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有看到吗？一个这么帅的老师，又不造假，又不作弊，又不欺骗，又不吹牛的老师，要一个实战经验的老师，你不跟你要跟谁？对不对？ 这不是昨天的节目吗？这不是昨天的节目吗？对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要灵活的操作，自胜关键啊！每天像一些人，每天在涨那个涨停板、涨停板、涨停板，哥，你涨那个股票要干什么了？吃又吃不到，赚又赚不到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股票要多吗？十几单股票来回做就很厉害了，对你看八二九九这单股票，这单股票叫群联。 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三月二十几号、啊、三月二十一号买的吗？有没有？三月二十一号买的吗？有没有你看到今天还创短期新高？你看，你看，四百零三块，对不对？哥，做股票要多吗？不用多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之前跟你讲的三六八零的加登也是我的名牌呀、啊，哥，你看加登每天都一样，哥，你看，你看加登多好玩呢、啊，多好玩！你看加登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的股票你要相信呐、啊。 各位，任何一档股票，我的四星 KY，我的价差要做到三千三万块；我的力旺，我的价差一定要也要做到三万块；我的金星科价差一定要做到五千块以上。这就是我给我的会员的承诺，懂吗？所以各位，拉回再买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AI 仍是主流。各位。 我没有改变呢、啊，你看看，真的，陈立豪真的很厉害，超级厉害，你不知道而已。三月二十八跟你讲，落底强反弹的机会来了。那各位，你看大盘真的，三月二十八讲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到电视节目之后的隔天，三月二十九，对不对？三月二十九，那我跟你讲，是不是落底强反弹？你看缩脚了嘛，对不对？留下一个长的下影线，对不对？啊，打下来要不要买？买啊！ 那各位买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买这些吗？是鑫、力旺、金星科、致远吗？啊，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，连日期都跟你讲，连股票都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啊，买到之后，各位三月三十号再涨，你看连涨三天，连涨三天，你看那各位，那你看看三月三十号。 灵活操作自身关键。三月二十九买的，三月三十号马上四星赚八十五，力旺马上赚六十五，金星科赚十六，还有智源。各位，我们出掉，早上出掉了，这都出掉了，拉回再买。你看，又买回来了，在盘中又买回来了。那各位啊，结果盘中买回来，今天又上去了。你看，你看侧标，三月三十一号四星，四星在八十块，四星在八十块哦。啊，力旺又在六十五块呢，你看看。 有这么难做吗？而且我从头到尾都验证给你看了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到陈立好连这个高价股都可以做到淋漓尽致，那各位如果低价股呢？如果那个几百块甚至一百块以下的股票，如果我真的要做，那不得了了。我们的实力很坚强的，真的听得懂吗？各位你要跟谁？跟陈立好，不要整天在那边看那些。 造假、作弊、欺骗、吹牛的老师，也不要整天在那边听故事比赛，没有用的。各位，感恩有你，希望相随，超级无敌大财神，好不好？绝对要有，非常重要。中两号马上来电，零二三六七九。各位，你看看今天凌晨哦、喔，你看看今天凌晨的美国股市哦、喔，依然盲点测试，你看。 三月三十一号，今天凌晨的美国股市开高，杀低，拉尾盘，是不是盲点测试？我跟你讲多久了？讲了快一年了，去年四月十二号讲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三月三十一号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三月二十九号也是这样啊，三月二十八号也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三月二十四号也是这样啊。 啊，三月二十三号也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打刚的目目击出来了，每天在玩这一套了。各位，我最喜欢这种行情了，超级喜欢。这种行情才可以赚到超级大钱呢、啊，这种行情才有价差可以赚呢、啊。做多也 OK，放空也 OK 了，都可以啊。做短线也好，做布局也 OK。各位，股票不就是这样做吗？ 哥，你看我的侧标的股票，如果你是跟到那个做小型股的老师嘛，小型股啊，赚就赚几块钱，有没有？啊，每次吓都吓死了，啊，赚就赚几块钱。哥，你看我的股票，那个随随便便都几十块、上上百块、几十块这样，对不对？十张就好，十张就好。假设你昨天买四星买回来十张就好，今天十张就八十万哎、欸，扣掉手续费好不好？ 一样快七十几七七八十万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利润，而且这些股票都是我一直讲的，我有造假作弊过吗？没有，我事实就是跟你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甚至于你看，我们这两天还有一那个跟你讲的这个这个智源的这俩股票，对不对？ 一八八一八，18 8, 18 8, 18 8, 当初不是跟你讲两百一十五、两百一十八出掉吗？出掉，今天反空连跌三天，连跌三天之后叫你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昨天小涨，今天也小涨，对，还会再涨，一样的意思嘛。哎，我是谁？股市一流的老师啊，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啊。哥，你如果真的要股票，今天这一档你就一定要有嘞。感恩有你，希望相随，超级无敌大财神，绝对要有，非常重要。 中两号零二三六七九零二三六七九，9, 9, 马上来电好不好？各位，如果你要跟着陈立豪，那是最好不过的啦。那困难度就不要管，就跟着陈立豪，跟着我们手机带进带出就好了。各位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<noise> 人民抗涨大作战，八八八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，66, 抗涨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鼎业投顾。 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，全心照顾。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今天有一个投资人问我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老师，老师，报章、媒体、杂志说，国安基金四月十三号要召开会议，考虑是不是要退出护盘，是不是开始要退出了？各位很好笑诶，国安基金要退出，各位政府千亿基金要护盘，还不是一样，换汤不换药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。 不要每天都靠消息吃饭呐、啊，真的人家很累嘞。所有的困难都交给陈立豪，我这个电脑帮你过滤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哦、喔。你愿意跟着陈立豪打江山的人，各位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好不好？真的。那如果各位你今天要股票，哦丢失，今天这两股票就一定要有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感恩有你，希望相随，超级无敌大财神绝对要有，非常重要。中两号马上来电。 零二三六七九，各位放五天假哦，五天假五刚哦，好、哦，好好去休息好不好？休息完毕之后，整军待发，跟谁？跟最强的一流老师陈立豪。各位，祝你们家学愉快，谢谢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,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